我们家里的猪肉都是用来煮粥的，所以我们家里的猪肉都是用来煮粥的。那你们家里的猪肉怎么样？我们家里的猪肉都是用来煮粥的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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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家里的猪肉都是
没事，你老看着我干嘛呀？你忙吧，我先走了。惊天动地事儿，坐隐姓埋名人。小程姐，你说这是谁写的呀？肯定是王怀民。王怀民？就有好几种材料可以做反射层，接下来我们的难点是要从中间挑选一个最好最合适的。同志们，我们马上就可以开始热核实验了。好热闹啊，老钟同志。哎，我刚出差回来就赶上你们这个样子，看来咱们的研究又有了新的进展了。还是苹果皮的测试试验已经有了新的突破。那太好了，尽快的拿到详尽和准确的数据。我们还要结合其他环节的研究情况做进一步的汇总整理工作。您放心吧，这个项目是我牵头的，我会负责到底。嗯，那我就等你们的数据了。同志们，陈格勒同志牺牲的情况我已经知道了。最近一段时间整个研究部门的同志工作生活的情况都非常的艰苦，大家都辛苦了。尽管客观条件如此艰苦，
但是我们的数据完善，飞核元件、爆轰元件、点火中心源等问题的工作，却是一点都没落下。非但没有落下，而且有稳步的发展，这一点真让我感动。尤其是怀民同志和熊飞同志俩，他们俩能够理论联系实践，步步攀高，节节开花，取得了重大的阶段性的进展。在此，我代表基地，对大家这种敬业精神表示致敬。老钟同志，我有几句话想说。好，怀民主动说话，这很难得呀。来，站到我这儿来。刚才老钟同志提到了敬业精神，我就想说点什么。在场的有几位跟我共事很多年了，大概对我有一些了解。我这个人信奉科学救国，说白了也就是精英救国的理念，不相信群众的力量，相信只要靠精英的奋斗和少数人就可以改变这个世界。所以我总是特立独行，逆势而为。可是结果呢，总是很凑巧的印证了我是对的，这也就坚定了我自己的这种信念。总是觉得群众是无知的，只要我们这些伟大的科学工作者足够强大就可以了。你眼里的无知群众主要是指陶志刚吧？以前是，但现在不是了，我保证。同志们，你们可以想象一下，如果这是在美国，就算他们没有信仰，但他们的科学也会发展。为什么？是因为他们有足够的资金可以支撑他们，弥补他们的不足。但是在我们中国不行，上百年的磨难让这个国家千疮百孔，这个民族要想真正的站起来，靠精英的奋斗，靠少数人是行不通的。这几年从 A 所到西部基地，我真正的看到了一座伟大的熔炉，看到了无数的群众无畏牺牲，奋勇拼搏，一往无前。每个人都有信仰，伟大的信仰，而这种信仰我也想要。所以今天我郑重地向组织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。我想请您做我的入党介绍人。回去收拾一下，明天跟我出趟差。这么突然，去哪儿？保密规定，我只能说到这儿了，抓紧点吧。那我回去把手头的工作交接一下。所长。哎。哎呀，瘦多了。回国的时候啊，其实想到了国内的情况会很艰难，但没想到是这么难。爸爸没照顾好你。是我没照顾好爸爸。我再也不是当年那个任性的小女孩了。你忘了刚才申请入党的还有我呢。是啊，
我给你长大了，爸。你有时间的时候，是不是应该考虑考虑自己的个人问题了？爸爸，个人问题有什么问题吗？什么问题自己想去吧。哎，话说一半，我倒想严肃地提醒你，你跟那个陶志刚同志，你们俩到底怎么样了？ 现在挺好的，他拜我为师了，走了。欣欣，多考虑考虑自己吧。请进，怀民，怀民同志，你在啊？哎，您找我呀？啊。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基地配套的学校已经竣工啊，你儿子过两天就能送过来了，到时候你去火车站接一下就行了。过两天就来了啊？你不想儿子？哦，不是，关键是我要出差，去哪儿都不知道。组织会好好照顾孩子的，你就踏踏实实的去工作吧。哎，谢谢。那我先走了。哎，对，正好我也出去。 小钟姐，我们怎么又搬工棚了？难道不是等钟子岩就是修好直接搬到那儿去吗？是我申请的。啊？这种棚子冬天冷夏天热的，哪有实验室舒服呀？强迫射线物质的实验啊，还是在工棚里比较灵活，而且那儿太远了，有些东西啊需要及时跟其他几个室碰，挺不方便的。一定要检查仔细，下面都是重要的实验设备，不能有一点缝隙，听着没有？听到了。 陶处长，你们怎么来了？该加固的都加固了，保证不会透风漏雨。谢谢了，陶处长。这个地方是你申请的？是啊，我们有这个地方就可以了。钟岩同志，你变化挺大。 志刚同志，帮我修实验室，也别忘了交学费，啊！放心吧，不用了。等孩子到了，还得麻烦你替我多照顾几天。不然呢？还指望你吗？ 看见这棵树了吗？怎么了？这是一棵有故事的树，它有自己的名字。什么故事啊？这棵树叫夫妻树。当然，故事我也是听凯华跟我讲的。我们西部基地扩建之前，这是另一个保密单位的试验场。有一个部门的一对夫妻被派到这里，根据保密规定。 他们都不能跟对方说要去哪儿，可谁也没有想到，他们在这里不期而遇了。当他们远远的看见对方的时候，两个人都觉得是在做梦。可等走到树下看清了对方，才知道是自己的伴侣，两个人相拥而泣。这个故事感动了很多人，也包括基地的司令。 司令以后就给这棵树命名为夫妻树。基地几次扩建，可是这棵树依然矗立在这里。夫妻树，真好啊！基地里有多少这样的夫妻，和他们的命运是一样的呀？ 也就是说，所以后来我们就靠这个定论推解出来了后面的定论。钟欣，陶处长，怎么现在天天一起吃饭呢？他是请老师吃饭。
天经地义。了解，了解，应该的，应该的。我接着跟你说啊，之后呢？交完了，我得上班去了。陶志刚，你心里深处是不是有某些东西让你特别恐惧？我是军人，没什么可恐惧的。其实有时候恐惧不一定都是坏事。方怀民，你带我走这条路是有预谋的吧？预谋什么？你说带我出来走走，说点事，结果带我走了一条从来没有走过的路。还有啊，以前的你怎么会对夫妻树这样的故事感兴趣呢？今天竟然娓娓道来。你说吧，你想干什么？确实啊，那个这是挺幼稚挺可笑的哈。那个但是你要知道，以我的在这方面的智力和经验，这已经是我能做到的最好的了。你哪方面的智力和经验呀？杨家荣同志，谢谢你，无论是信仰、孩子，还是原子弹事业，你都给了我这个世界上超乎一切的帮助。所以我想，我想说，本来是什么样的？本来是一个很好的计划，就是你知道吧，对于一个科学研究人员来说，如果所有的设想环节不能被精确的实现出来，那就等同于失败。所以你能不能等我出差回来，我再把这件特别重要的礼物送给你。行吗？我懂了，怀民，我真的懂了。你放心，我会带着镇里等你回来，给我那样最重要的东西。你所经历的状况，其实在西方军事医学领域早有过大量的研究。这应该是一种战后精神系统的疾病，一般都发生在遭受过严重的战争伤害，或者从最恐怖的战场上存活下来的军官和士兵中间。正是这个精神问题，比躲避它要好得多。还有人研究这个呀？这不就是脑袋里一些奇怪的想法吗？心理健康早就是一门学问了。我在美国上学的时候就对心理学很感兴趣，读过很多著作，所以对你的情况会有一些了解。我没你说的那么严重。最初的时候可能是的，我不知道你经历过什么样程度的战火洗礼，但你的意志力很强大，
之前偶尔出现过的精神问题都被你压制住了，但程克勒同志的牺牲又激起了你的反应，让你重新回到那种恐惧的情绪当中，状况就又恶化了。志刚同志，能不能让我帮帮你？你相信我，我有信心让你从这种精神枷锁中解脱出来。我不需要，也用不着你用美国人的方式来给我洗脑。那我要不用美国的方式呢？你用什么方式？用咱们中国的最传统的方式，陪伴。这里不会就是？对，就是罗布泊核爆试验场。596试验场欢迎你。试验场现在各项工作进展都很顺利，这里是最核心的爆塔。遇到了技术难题，咱们这次来做调研啊，要提出给他们参考的意见。我们这座原子弹首爆爆塔是由工程兵研究院设计，无缝钢管结构，自立式塔架，代号701，采用的无缝钢管是由鞍钢专门生产的，塔架则是由建工部华北金属结构厂承制。预计建成后的塔高是102.43米，横断面为正方形，底部是12×12米，顶部为4×4米，共14段钢梁，横架结构。塔架安装成之后，总共需要8467个组件，总重76吨。试爆塔的抗风指标，计算来计算去，怎么都达不到标准，只好让工程先停下。但我们排查了很久，一直找不到问题的根源。是不是图纸设计的就有问题啊？其他权威机构都已经论证过了。组长，确实达不到标准。基座混凝土搅拌用的水不是达标的净水吧？应该都是达标的水吧。基座混凝土如果掺杂了大量的碱水的话，会对整体结构产生巨大的影响，应力肯定是不够的。这些水应该就是刚才我们路过的那条河里的。科学家同志，你没说错，是那条河的水。前一段时间罗布泊一直大旱，运水车要从几百公里外运净水过来，遇上车坏的时候几天都没有净水。同志们真的太难了，为了赶工期只能掺杂一点孔雀河的碱水。所有的设计都是经过精密计算的，任何细小的偏差都会造成核爆试验整体的失败。找再多借口都没有用，爆塔基座必须拆掉重来。科学家同志，我们真的是没办法呀。我们没办法呀。这你们知道全国有多少个部门，有多少人付出了多少努力，就是为了核爆试验最后整体的成功。如果失败了，那些战士不就白白牺牲了吗？怪民，冷静点，我们再想想办法，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。除了推倒重来，没有别的办法了。团长，科学家同志，这就是我们王团长。哦，我们见过。你好，王团长。爸，你们是父子。我过来，老王同志。
你有话好好说。王太长，这可是我们学术骨干的科学家呀，了不起的人呢。他能耐再大，首先是我儿子。过来。是，爸，您母亲。哎，没事，老周，我们自己的恩怨自己解决啊。基础研究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那原子弹理论基础研究就不是理论基础研究了？那能是一回事吗？理论基础研究是坐办公室，这个研究是有生命危险的。这么多年，你就没有给我和你妈透过一点风？上不禀父母，下不告妻儿，这是我们的保密条例。老王同志，您干了这么多年革命，这道理您不会不懂吧？你还有理了。我问你，当初是你跟你妈说的，一生只做研究，不从军旅，更不以身涉险，安稳地度过一生吗？使命在身，哪还能安稳地度过一生？哎，您是怎么能说我呢？您这岁数也应该退休了呀，您怎么会出现在这儿？您又没为自己的健康、身体着想过？你小子还学会犟嘴了？怀民，我就问你一句话：我们建的宝塔能不能不拆？你比别人大那么多，你天天欺负妹妹，啊？你能不能消停了？能不能安静一会儿？王振，你笑什么笑？你笑！巴图，你就是个保护我们的小小警卫员，你没权利管我。你信不信我揍你啊？啊！你打呀！我气死你！小伙子，你看看这是什么东西？只许看不许摸。爷爷，爷爷，你这飞机真好看，借我看看吧。这样吧，咱俩打个赌好不好？如果你赢了，这个飞机不止你看，还送给你。真的？赌什么？一会儿你坐在窗子这儿，往外看，一句话都不能说。一个小时的时间，如果你在窗外看到一个活物，我就输了。你是说窗外一个活物都不会有？敢不敢赌？当然赌了。你别以为我是小孩就能被你骗，一个小时火车能走很远呢，怎么可能一个活物都不会有呢？现在能开始了吗？请。好了，看好时间，现在开始。学问的，
也要考虑一下实际情况，张嘴就说推倒重来，你知道吗？为了建这个宝塔，我们工程团一千多少人付出了多少心血。老王同志，现在不是在哭诉血泪史的时候。好，你不同意，你不同意推倒，可以。那你有别的解决办法吗？谁说没有解决办法？应力不够，可以用增加支撑臂的方式来加固宝塔，一样可以达到设计要求。重量相同的条件下，整体结构的强度和疲劳寿命要比其他结构都要好得多，这显而易见。所以，我反对您的方案。爸，宝塔是核心，它托起的是那颗万众瞩目的原子弹，不能出任何偏差。你想过没有？如果到时候真的出现什么问题，全国上下这么多人的努力全部都付诸东流了，还有全世界人的目光，这些责任您承担得了吗？我知道您肯定是接受不了。您看这样行吗？我们再开大会，再研究，最后再做决定，可以吗？男子汉，还哭鼻子。行了行了行了，不管输赢，这个飞机都归你了。真的？拿着吧。谢谢。爷爷，为什么我们走了这么远，真的一个活物都没看见？小伙子，这里就是百里荒漠，是最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，甚至最不适合任何动物生存的地方。啊，那我们为什么要搬到这里来？因为你们的爸爸妈妈正在那里工作呀。他们干嘛要到这种地方？就在北京不好吗？他们就是为了让北京人民，让全国人民都能安居乐业，不遭这份罪，才牺牲自己，把青春和热血都洒进荒漠。你们的父母都很伟大，知道吗？祖国母亲会为他们，也会为你们这些小同志，为你们的奉献而骄傲的。我明白了，爷爷，那我们也要奉献青春喽！哦，奉献青春喽！哦，慢点，站立，慢点。我们根据王团长给的这个支撑臂的预案，做了详细的推演和测算，结果不太乐观呢。三月到五月是罗布泊多风的季节，而六月到八月就是大风季节了。八级以上的大风，天数大于60，而且还常常伴有沙暴、飞石，威力巨大。根据结构力学的角度，也根据当地的地质情况和天气情况，如果要增加支撑臂，它的体积和强度，起码要跟现在宝塔的钢结构相当。也就是说，这个支撑臂相当于新造一个宝塔，支撑住原来旧的。是的。
这么做是不是有些得不偿失啊？我有一点不明白啊，这个塔的强度是不是要求太高了？这不就是为了最后把它炸掉吗？常思维，爆塔的设计啊，直接关系到原子弹爆炸后我们要采取的各种原始资料的采集工作。我们不能为报而报，我们还要通过这次试验得到珍贵的第一手资料。没有可靠的数据，这次试验等于失败了一大半。我明白了，老王，你看这司令员，拆吧。但我有个请求，这次事故我负全部责任，上级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，枪毙我们都行。但恳请基地把工程团留下来，让他们有机会完成这一生最重要的一次使命。三年了，我们从朝鲜回来，谁也没有回家。在美国人的眼里，我们这支部队在地球上消失了。我们真的消失了吗？当然没有。同志们隐姓埋名，放下一切，跟着大部队来到了千里戈壁滩上，战严寒，斗风沙，喝咸水，啃枣子。有的同志说，仗不是打完了吗？国家不是富强了吗？我们过的日子倒不如从前了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美国人在我们头上竖了个小东西，这玩意儿叫原子弹。没有它，我们就没有地位，我们就没有和平，我们的老百姓就不能踏踏实实的过好日子。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踏踏实实的过日子，同志们用一双双手，在什么条件都没有的情况下，在千里戈壁滩上把核爆基地建了起来，把爆塔也立了起来。可是今天我要告诉大家，我们要把高塔炸掉，可爆塔可以拆，但是我们的原子弹事业再苦再难，谁也别想拆毁它。道理我已经讲了很多遍了，拆除爆塔是破旧立新，有问题的爆塔拆除了，我们的原子弹就一定能在新的爆塔上立起来。因为我们的爆塔不只是用钢材和水泥建成的，真正的材料是我们的钢铁之躯，是我们的鲜血和骨肉。只有这样的高塔才能够托起我们国家自己的原子弹。